200万不到买一套景观房独立屋，盒马帮您实现这个梦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盒马副业 Martin， 我现在是在森林湖 Baker Ranch 这个社区拍摄由大牌建商 Tobarder 建的一套景观别墅，现在是二手房，室内是2062尺，2062尺，它带 driveway， 占地4000尺。我们进来看一下食材外立面。售价现在是178.8万，Zillow 估价是185万，所以肯定是要加价的。四房三卫，一楼是有一个房间，一个卫生间，二楼是三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。一进门，左手边是大客厅，我们已经看到了院子后面的一片山景，它能看到光谷中心，能看到大公园气球。右手边是一个房间，卫生间是在房间对面。一楼是一个全卫，这个卫生间是这个房间和客厅的家人共同使用的。木地板，它有三个房间可以看到景，这个房间窗户可以看到后面的山景，楼上两个房间也是朝着后院的，只有一个房间朝着前院。层高也不错，9到10尺。这个是一个储物空间，刚回家的时候可以挂挂衣服。楼梯下储物空间，楼上也是木地板。房龄是2016年，还是比较新的，大牌建商的作品。橱柜做了升级，交房标准是没有这种玻璃门的这种橱柜的，要自己升级一下，里面可以放装饰品。记忆的炉灶，油烟机，岛台颜色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换掉，这个不是很贵。在这里洗菜，可以直接面对后院的一片山景。好，这是客厅，这边是车库门。我们来重点欣赏下院子，这个餐厅位置太好了，吃饭的时候就直接面对一片山。还有 California Room， 这边可以喝茶。占地4000尺，这院子也不小，中间假草很容易打理。这侧是烧烤台，非常安静，这后面没有路，不会有车。在二楼可以看到光谷中心，我在一楼拍不到，二楼可以看到光谷中心和气球。老美代理的房子，价格还算公道。好，上楼看一下，白色的楼梯扶手，这个地板是实木地板，踩上去是很扎实的感觉。好，上来之后，右手边是三个房间，左手边是洗衣房，洗衣房也能看景色。窗户可以看山景，右手边三个房间有两个，我的右侧这两个房间是带景观的，左侧这个房间是朝前院的，两个次卧是共用一个卫生间，里面是浴缸式的淋浴房。好，这是其中一个次卧，放了一个单人床，其实空间也不小，它的床这样放也可以放个更大一点的床，没问题的。好，这个次卧就带景观了，后面一片山，非常安静。200万不到能够买到顶级的建商次新房带景观独立屋，这套房子就不要错过了。这是主卧，我们一会儿站在窗前再看景色啊。先把主卧卫生间看一下，都是这种木地板，卫生间里面是地砖，两个洗手池，还有浴缸，淋浴房，门后面是衣帽间，应该是屋主还住着，所以门关着。对，还不小嘞，里面的衣帽间不小。好，我
我们重点看看这套房子景观。我会放大看，镜头拉远看一下光谷中心，气球现在下去了。刚才我上来预览的时候是有看到气球的。能看到大公园气球，能看到光谷中心后面一片山景，非常舒服的房子。好，简单总结啊，这套房子是大牌建商 Tobar 在山林湖，距离尔湾最近的最高端社区叫 Big Ranch， 打造的一套独立别墅，四房三卫，室内2062尺，占地4000尺，一楼有一个房间，一个卫生间，二楼三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，有三个房间，四个房间中有三个房间可以看后院山景。楼上的主卧可以看光谷中心和大公园气球，售价178.8万，这是明显低估的。然后这个估价都185万，希望不超过200万拿下这套房子。有兴趣约河马今天看房，谢谢大家。